终于弄好了，姐姐，这是什么？别动，这个是灵魂交换器，只要握住两头，两个人的灵魂就交换了，所以不可以同时握住两头。你们作业都做完了吗？做完了呀。小五，你拿个鸡毛掸子干嘛呀？不要！三哥，我怎么晕倒了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小五，那不是我的身体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三哥，我怎么没有了？在这儿啊，小五。哎呀，求死了！孩子们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啦！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！姐姐，现在怎么办？不会出问题吧？要是两个小时他们不换回来，他们两个都会消失。老公，怎么办啊？没事。有人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叫我过来吃饭吗？哦，里面请。欢迎蓉蓉阿姨来我们家玩，我们先进去玩了。好，真乖。三哥，嗯，没看见客人来了吗？赶紧去拿点水果。三哥，你地位这么高啊？哼，我不一直都是这么高吗？来来来，吃水果。三哥，你站起来了。男人就该掌握大权，我说一，他不敢说二，就这么点水果。好，我马上去拿。来，蓉蓉，喝饮料。妈，我先去忙一下，你们慢慢吃啊。你去忙吧，去忙吧。怎么了，宝贝们？你和爸的灵魂两个小时之内必须换回来，不然就会消失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可以叫他走了。你坐了那么半天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我还没吃饭呢。三哥，快过来！怎么了？来不及了。只能这样子了。什么样子？等一下我用时光机回到一小时前，你们两个等我回来哈。嗯，妹妹一定要加油啊。老公怎么办啊？没事。嗯，快告诉妈妈，怎么有两个骨头？来不及跟你们解释了，我用时光机穿越回来的。你们听我说，时光机因为灵魂交换器，爸爸妈妈都消失了。妈妈，爸爸，你们不要伤心了，还有时间。我没时间了，你们快点叫他们换回来。好，快，爸妈，爸妈，你们快点把灵魂换回来。对呀，哦，对对对，赶紧换回来。急什么？我要学你妈去逛会儿街。哦，没时间了，你们两个小时不换回来都会消失。不是还有一个小时吗？我要去整一套西装。都这个时候了还买什么东西啊？对呀，赶紧换回来，逛什么街，买什么衣服呀？不买白不买。刚才另一个五童坐时光机回来告诉我们，你们都消失了。爸，干嘛？妈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姐姐，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小半天怎么不开门啊？我也不知道是你啊。对呀，啊，哼，又在那边偷吃。不要！哎呦！叫你小心点，就是不相信。对呀，你们四个，老婆，来吃个水果。啊，对了，你受伤了，不能吃冰的，我帮你吃。你臭你个头丝！妈妈，妈，听说你受伤了，我还送你个冰棍吃。不亲，还是你对妈妈好。我受伤了，不能吃冰的，我帮你吃。妈妈。怎么了，梧桐？这是奥斯卡叔叔送的芒果，看起来好像很甜。来，妈妈，给你一个。啊，哦，对了，你受伤了，不能吃冰的，我帮你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妈妈，这是罗罗阿姨送的果冻，看起来好解渴的样子哦。他们都不给你吃，我给你吃。小六，我就知道你对妈最好了。你妈妈，我们帮你吃。你们四个，
你们！母亲，母亲！喂，别动，人质在我手里面。赶紧把他给我放开！孩子们，救我！你们干嘛开枪啊？都把人质打死了！哼，手上的人已经没有价值了，赶紧投降吧！现在我们是两个，你是一个。你们不是人吗？我的脚，拿着。你别叫了，行不行？我也走。你看，这枪都拿不稳，开什么战斗啊？爸，你别装傻了，还是投降吧。生是唐家人，死是唐家魂。你死啊？我死什么？你中枪了呀？对呀，你中枪了呀！我也没玩啊，怎么总是死啊？没意思，不玩了。嗯，我也不玩了。哎，你们等等我！无聊啊。是啊，自从我妈受伤以来，就没人管我们了，干啥就干啥，想吃啥就吃啥，都没乐趣了。是啊。叫什么叫？你不是想找我私房钱吗？去找啊！你就别气妈了。对呀，气她没用，她也不能反抗啊。对呀，嘿嘿。捕头，去把我床底下的私房钱拿过来。好嘞，来啦。这些钱呢，都是你娘家看你摔倒之后过来送的。看，现在都是我的了。捕头啊，你也太听话了。等一下，你想买啥，跟爸说，爸给你买。好。母亲，我衣服里面的也给我拿过来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哇，爸。洒洒水了，母亲，今晚想吃啥？爸带你去吃。好，爸爸，妈妈晚上吃什么？她呀，你妈受伤了，脚痛，在家随便吃点稀饭就行了。老六，厨房有点。明白，爸，我来了。想买新衣服是吧？爸带你去买。爸，这是你藏了多久的私房钱？这是爸藏了七八年的私房钱。怎么样？你妈不是喜欢打我吗？我特意买了个棒球棍，你妈不是不让我看美女吗？我特意买了个放大镜。哼哼，老婆，你觉得我好不好看呢？老婆，我们给你开玩笑的。对呀，得罪了。老六，我吃点。不同，这个爸吃。哼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吃，啥也不是。嗯，真好吃。爸，小心！爸，没事吧？三哥，你没事吧？妈，爸这是咋了？不会是摔傻了吧？不会吧？我们家地也没他头硬啊！我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地震了呢。完了，多半是保证到。哎，你看我是谁呀、啊？爸，我是谁？哎，妖姬。妖姬，三哥，这是五童，哪里是妖姬啊？爸，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一童。那我呢？七万。三哥，那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记得。那我是谁？是 Tiger。 爷，爸不会真傻了吧？不是大爷，你不会拿结冰的果冻给爸吃吧？走，爸，来吃果冻。哥奶奶，爸，别吃了。我要喝奶奶，奶奶给我。完了，没救了。来，三哥，喝水。爸，你干啥呀？我去，我去，中了！爆春花。三月。你别学我行不行啊？你别学我行不行啊？啊！你别跟着我，我要读书。书。啊、书。走了。爸，老陆家画画，你去画画吧。画画。
画画，你看你给我画的画，好看，好看什么？你给我走开！大风车，大风车，给你了，你快走！哎，你把垃圾扔地上干嘛？扫地。扫什么地呀、啊？我地上干的好好的，你别扔了，快点走开！扫地。扫地！你们谁把地上弄得这么脏？扫地！不是我们，那个是爸爸弄的。我扫地，扫地，收拾，收拾！吃饭，吃饭啊！你给我滚！三哥，喝水。你给我滚！成天捣乱，我们没有你这样的爸，你以后别回来了，看到你就烦。别回来了，滚！我发霉，靠你变妖，雨从前尘送你风波，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，不要我一败涂地，输得更多。靠你变雪，做梦我其实仍爱我，何以遇有风波，我你已纷纷也上座，一关心。我这一次终究开始来得太迟，错过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三哥，你不小心摔倒了。对呀、啊，爸。我摔倒了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三哥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五啊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呢？唐五同，唐老六啊。那我呢？我呢？唐五七呀、啊。你终于理解了。静静，是很简单吧？六，一起逛超市吗？不去了，我作业还没写完呢。那你在家注意啊，冰箱里面有吃的。我家门前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。不可能这么多人呀、啊！是小偷，得报警。糟糕，手机放在桌子上了，如果我现在跑。以成年人的速度我肯定没抓。装瞎子。爸爸你回来了。小朋友，瞎子可是不会写作业的啊。作业在外面，这么不傻。我如果我成了，看来只能用跟爸爸新学的那招了。蓝银女绿。爸爸家里听贼了。我看你是茅坑里捡的，找死！再笑一笑，抬头，乱一转手，挥手。你们谁偷吃了我的火龙果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说是不是你？他怀疑我，他竟然怀疑我！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竟然怀疑我！停！我们才十几天的感情，没有十几年。啊、是你还有谁？怎么可能是这么高糖、这么甜的东西？十几年的感情，你太伤我心了。走，我带你们去逛超市。好，走。是你说的吗？走。你干嘛、啊、给我放回去。你在吃什么？辣条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辣不辣？辣。贵吗？贵啊。我要喝水。走，回家。爸，你快看，美女。哦。哇。
美女？嗯，炸！我靠，你什么玩意儿啊？讨厌，人家只是萌萌的女孩子了。哼，讨厌。不懂斩啊，我摆杯子里了。不行，我来点洗洁精。嗯，不行，太滑了，加点盐。好恶心啊！现场的地全部丢掉了，我不行，你们把那锅子掉了，把那锅子掉了。你为什么笑啊？